对不起屏东乡亲的热情，请大家多多原谅。九十度深深一鞠躬，韩国瑜录制影片向全场25000名支持者 say sorry。本来今天晚上很热心，也很兴奋要参加苏清泉县长候选的造势，但是因为今天有其他的事情耽搁掉了。原本答应屏东县长候选人苏清泉到屏东市造势晚会站台，但是因为感冒身体不舒服，隔天还要马拉松式扫街，只好录影片表达歉意。高屏不分家，高屏一家人，高雄屏东都要发大财。高屏一体一起发大财，除了录影片，韩国瑜也亲自打电话带着全场喊动算。我们一起来换二号苏清泉动算。没有看到本人会不会很失望？不会。今天是专程来看他的吗？对呀、啊。刚才我们有看到他的那个、啊。韩国瑜感冒没来没关系，录影片亲自打电话，25000名支持者已经觉得就甘心。记者张春华、王淑红 S 小组屏东报道。